坏人。哦，哎，我好。想一下哦。哦，刚刚谁？我们上一场的时候就说，哦，芈月又调皮了哦。发生什么事了、啊？想抢是不是？你们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在挖挖那个蓝突然用一个超快速冲过来，然后挖我脚底下。大雪，什么？他每次都这样啊，都这样啊。哎，反正行，反正行。谁来帮我捡一下石头？我身上满了。石头在哪里？他说我拿上去好了。哎，是不是没有那个事件啦？等好久。哎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有敌人。哪里的？我听到大家在挖挖了。我他一定偷偷想要偷偷来挖我的钱。顶头，顶头，顶头！哇，又有苹果。好了，挖掉了。可恶！他每个人都是一个比一个还快啦。哦。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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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。团团走不来。啊啊！我想说，我想说你放弃了。没走了。没苹果啊！就剩你直接抛弃队友，我、啊、天！我全，而且我全满身的石头哎、欸，哇！而且我也很多石头，等下给你。我们都很多，大家都很多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嗯，我买个箱子放在地底啊。鳄鱼是不是直接把空气用水替代掉啊？哇！哇！这个是怎样？什么？发现好像明明我把敌人带二零这边，敌人带二零那边，二零应该没办法调那些吧？你要 replace 啊？他说很气啊，弟弟被入侵了，没有改哎、欸，我因为之前可以啊，之前都可以用，嗯、但就很累。你吗？可是我应该是没有改过，改应该应该，我绝对没有改过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吗？哎。我们在玩跑跑马里奥王国之战版吗？真的是各种追耶、欸！哦，拜托不要再追了。好，我们在地底挖就很 OK 啊。就一直追啊，是有是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什么？脑袋是不是有毒？欢迎欢迎，超气耶！他们可能等下就下来找你了。不要语言霸凌哦。就算有洞也不能这样。我刚刚听到你们战斗，你看地板上都是黄金，我就蛮好，好爽哦！哎，因为我等那个等超久了。哎，我们家有一个人哦，我们家的矿坑上面没有炸弹啊！你这样子跟那个敌人有什么两样？哎哎哎哎，你跟敌人有什么两样？你跟敌人有什么两样？反正又是偷挖人家黄金了。你跟敌人有什么两样？我收容你耶，收容你耶，那你这样喽。好了，给你讲，给你讲。不要挖，大家都不要挖。小气，太气了吧？气死！有没有生气啊？这箱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保险箱也长这样啊？哎，对啊，现在长这样。对啊。有点像斯巴斯破图啊，没有啊，就长这样，就这样啊。那请问一下，里面有炸药？那如果等下我们升级保险箱会怎样呢？要先拿出来啊，就是会弹出来，好吧？看起来超可怕。哎呀，想要干嘛？哎，那个有人要石头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已经不稀罕。放箱子，放箱子，不稀罕呢，放不了，我扔在箱子里面。好，这边这个保险箱，矿车，矿车箱，矿车箱。哦哦，嗯。好、oh, ，OK， 好了，我觉得是团团啊，没有欠铁啦，头，没有欠铁啊，没欠铁啊，别这样，没有输，满星 go go， 没有、啊、中间，对，我没有、啊、干嘛？嗯，还要慢的哦，嗯，哎，太小，太小。我金苹果应该扔给你们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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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挖到？挖到？挖到！直接摔下去！天破的，快摔死了！有有有，他都在挖不打人，他在打我啊！有在打，在打了。我觉得就算要死，要把金苹果吃到完，要吃完，要吃完，全吞下去。我吃了好多颗才死。
又有人上来了，又有人上来，后面那个20吗？20武器还没好，就先吃哦。水云轩那边尝试的如何？他们老鹰剩翅膀，我也上去陪你。嗯，我做新的一条楼梯，因为那前面那条楼梯一直被入侵。哎，有没有来家里打架啊？他们已经打起来了。哇！有一个拿剑的在射，救命啊！我们有附魔了吗？我想去找老鹰。在弄了。免洗去打他，免洗去打他。他逃下去了。我看可不可以卡崩他？不行。他在射哦，音乐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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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边有两条路哎，好爽哦。对啊，双线道哦。这怎么卡卡的？这个。哎，送工来了，送工来了，这个下啊。这是。因为你可以回头吗？不，左边道路的回头一下，有人在拿剑子射。因为你弄前面，我弄后面。好。快挤下去。这个翻。插一颗，插一颗，我来，嘿，后面的插一颗。这个又很会打，又很那个。哎，有人来了，音乐，哇，我下去，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，我也掉下去了。他们差两个，哦，没有，不止。对，那一个地方我刚刚有扔，所以可能不够。哎，弓箭手，弓箭手跳下来了，打他，打他。我也上去了。打他，冲啊，免洗冲啊。这个超难打的，这个超会打架的。超会打，叠死他也慢慢让他慢慢打吧。嗯，食也要吃完。好，吃完了。Good。不行。我看一下。我要老鹰。哦，你那边有两个。谁又在射箭？对，那边我等一下直接跳下去用挖的。哦。欸，真的不行欸，恶灵是不是真的把它弄掉的啦？有吗？哇，你这个笑声我很害怕啊。有啦，反正我刚单机测试，我就先测试过，是这样没问题的。你要用 1.13 测试。你没有吗？是 1.13 啊。有挖，挖洞啊。大老鹰！啊，六百了。哦。所以不会这样子留的。好爽哦，老鹰。哦，继续来破坏老鹰。嗯，老鹰鼻子真的很难猜耶。白宝盒，我看到他进你的那个石头了。二零，来，我来试试看。白宝盒用 shift 拿出来，是不是只有一个？啊，对。那你是谁在盖城墙啊？我啦。哎，对面又来了，对面又来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去哎，不去我盖的。哇，这超麻烦的。这城墙还要不断的去呼吸，然后很怕那个石头等下就消了。哎，这个那个哦，气死我了！有个人那个啊，有那个兵吗？有。哎，我的鸡！超级有人要当水鬼吗？你又搞到了吗？不要打架。有水中呼吸三跟漫游三。好哎，城墙有人坐在那个船上。有人跟敌对一起坐船走了，谁啊？二零啊，二零啊！天哪，这个好难哦。我们的老鹰也被用了哦。他掉下去了，石头不远。怎么了？没有在用的玻璃屋弄了一辈子，然后他就复原了。我改地了，我改地了。我是不打算。哎，入侵哦，入侵哦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我觉得我可以成功。可恶，没吃掉。只要这样子，然后挖掉中间。有没有人听到啊？有，我有听到，我感受到你听到。哎，那个就不要出来打了，拜托。拜托，真的是打到很心累，拜托。对 ，ID 是什么？大姐行行好，好吗？一个妹子的 ID。哎，不行，为什么还是有空气？还是变水，对不对？空气直接变水。以前不会，现在1.13。光要死了，光要死了，光要死了。我要亲自来测试。亲自来测试，好。给你亲自，我那样对的，
太难了吧？让我见识见识一下。可能要用侧面，那边你可以过去看看，那边已经好多石头了。嗯，有。哈基成功在旁边盖一个可以呼吸的，然后又盖一个屋顶。我测试，哎、欸，城墙被入侵了，城墙被入侵了。嗯，有难的。我帮忙升一下保险箱。别小心！哇，爆出来了！白痴！有什么？有捡到吗？有捡到吗？有。哎，我有先把这炸弹拿出来。剑指巧手，还有这个成就啊！行程好，行程好。哎呦，盖了多少东西啊？500个，已经盖了500个。他们站一直站在城墙上啊！为什么卷绳啊？卷绳。他们一直在我们。不要那个的出来，听不懂啊！哪一个 ID？ 哪一个 ？N 什么的？这个吧，这个吧。Night U。对。N 什么的？就脸上一半被毁容的那个啦。哦，对，一半南瓜啦，那是南瓜啦，不要管他哦。你现在很生气，超气，会那个，请不要用战斗的。这超好看。战斗的什么？你要石头吗？好。等一下，我这。不打架了，我在家里面。我又不挖矿了，我又不攻击了，挖矿算了。哎，不是啊，照理说我走不出去我们家。可以出来了，可以出来了，可以出来了。神奇奇。喂，有弓箭。他们有弓箭手，对不对？哒哒哒。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他再继续打就。踢掉，好吧，因为不平嘛，你弄那个，不行，得帮助队友。刚刚生海漫游有人拿了哦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OK，OK， 所以我其实还没看，你还爆出来哦，水中呼吸深海漫游，哎呦，痛！那我来付一把弓。要来覆魔了！我有无限，看要不要谁要叠？哇，我输了，无限哎、欸，没有在、那個，输贵了。对啊，哎我拿了保险箱有无限，但是没有强力。哎呀，想到慢慢覆，可以叠一下。嗯，全部都有了，通通在那里，都放在那了，自己拿。我全部都放在那了。哇、哎、呀！啊，他们听到了，还好我换工了，他们拿了。什么？直接炸歪歪，直接被炸烂了。在桥，在我们上楼的桥上有人，头有点痛。哦、哇，这个屋顶，他把自己困住了。哇，快要来了，又来了，他们又来了，我们拖车上有人哦。他们三十等水中呼吸三，哎、欸，那是不是要再清一下等级喽？哈哈。酷酷，我只是盖墙了，一直打我。选举日啊，快点啊！要生气也要打人了。国王口头罢免。哎呦，罢免国王好像还蛮不错的。不要啊！嗯、还是先把结婚系统做出来。其他系统先不用，结婚系统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公的帮忙射一下上面的？在我们帆船上面，我们旗帜上。里面保险箱目前有，可以拿一下用。啊哈！小雨，他还是小雨，他还在上面想怼我。我走了。那个唐三，我把他拿去合。哎呦，快哦，快哦，国王要被打了。久等。你可以活一下吗？可以的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一个在打我。他跑掉了。欸、家里复原了，家里复原了。好好。再见，我要去隐居了。你要隐居了？我要逃离这个社会了。还是小雨，你精品刚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吧。就光光了。我已经隐居很久了。我的30灯已经不见了。是、欸、没有他摄影啊？还是我们再来隐居一次？不是啊，也太。我们的队友会先踢笑，你们又想干嘛？
没有啦，就只是到室外逃一点而已。中间有一个手弓箭手被我大炸死了。哦，你说你们之前那个沙滩上吗？对，在沙滩上前面。哦，快快可以出门了。这年头连挖矿都要用蹲着，哎，天哪，好累。真的，哇，在矿道里面本来就很累了，还要弯腰驼背。唉，没办法，这一场对面太凶了，深沙矿工。太凶了，我们刚刚大老鹰的优势还在，分数还有领先，繁星哪里有问题？没有，我回去买苹果。啊，那我也再买个东西。我现在有强三来炸炸，你看到他的要摔落身啊，好恐怖！哇，我跌的，我跌的，干嘛啊？吓人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杰克，你是插什么？啊？什么插什么？你缺什么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缺钱。你缺钱？哎呀，没问题没问题。箱子我有放一些钱，还有纪念品。游戏台币吗？团团，啊，台币有，再放我的皮包，你拿一下。我还在矿工之路，我还没上去。自己来。我们我。大老鹰还是可以啊，愉悦大老鹰。对啊，我已经炸的差不多了。哦，